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淘宝天猫618，好货好价淘不尽。青年派计划首席合作伙伴青岛纯生，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年派计划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青年派计划快乐嗨吃官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欧里微蓝，新中餐橄榄油我只爱欧里微蓝。第三场的发布会马上开始，蓝莓派的群主是王鹏老师，蛋黄派是郑钧老师，我为突围选手代言。他是一个纯粹的音乐表演者，让我挺惊艳的。给大家一个360度的大转变。炸飞了，炸飞了 ，bro！ 让我很吃惊，你唱得很棒。他有他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祝贺突围选手王宇辰成功拿到第一张通关券。下面蛋黄派 PK 梁家盛。首先看看蛋黄派的成绩，809，哎，一个不错的成绩，还要再加上妙杀的成绩，秒杀成绩835，最后的平均分是820。耶！梁家盛他拿下的心跳值是，如果是施恩和妙杀的平均分较高，他们就为蛋黄派积累下一张通关券，但如果反之是梁家盛高过两位女生的平均分，那么他就在此刻成功拿下通关券了。如果 PK 成功的话就直接晋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他是很像我们的朋友，但是这是一个比赛，不想看，不敢看。我们的新朋友梁家盛，他拿下的心跳值是747。哦耶！祝贺蛋黄派获胜，成功累积一张通关券。请各位注意，梁家盛没有淘汰，他现在进入待定，大家喜欢他，待会儿可以继续为他投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继续对决。那第三关，我们的派青年要如何闯关呢？本季节目，派青年们将经历六场音乐发布会，最终诞生六位派世代音乐代言人，共同组成音乐六边形战士。当前来到第三关关注列表发布会，本场16位在线选手分为两大阵营对决6位突围选手。小组所得心跳值平均分若高于突围选手，则组内获得一张优先通关券，反之则突围选手获得优先通关券。两大阵营心跳值较高的一方可增获一张优先通关券。所有未获得优先通关券的待机选手，根据个人心跳值排名竞得剩余的9张赛后通关券。好，我们现在回到舞台，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蛋黄派即将派出他们的选手来迎战我们的突围选手了。首先让我为大家介绍突围歌手，他是去点即亡的玉，他本人就是他的必杀技，中华少年太一炸裂而来，欢迎太一。太一，哇，大魔王来了。下面我们请蛋黄派的群主郑群主来介绍蛋黄派的三员大将。她是不能被定义的百变少女，这一次她又是什么样的造梦人？怪力少女沈川奇。大家好，我是 Keywell 沈川奇，是绞丝旁的奇，绞丝旁的奇，绞丝旁的奇，千万不要再记错了，谢谢大家。他说他希望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关注他，有请李昂鑫。大家好，我是李昂鑫。他是我们蛋黄派对最后的担当，他不是帅哥说唱，他是说唱里的帅哥，是你们小区之光，返乡的王子，有请李大奔。
大家好，我李奔。这是王者风范。太乙老师，我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走，上。太一，太一，宇宙第一，宇宙第一，超级帅气，太一，太一，川崎顶你。精彩，尴尬。可以了，可以了，我们是对手，哎，不用那么 peace， 我们来有请大奔。不是我们 peace， 是我们对不认识的人都比较礼貌吧。哦，这么凶啊，帅。嗯，没，都没关系，我很容易被打败的。哎呦，啊，扮猪吃老虎。加油，加油。很高兴太一作为我们的对手，我们队会用令人尊敬的舞台和表演以及歌曲来回应他。大家肯定都想说我能留下来，我能赢，我要赢，但我是真的希望太一留下来。太一，天赋自由自选的单调为为什么不进去啊？人家练歌呢。你敲个门，打个招呼啊。真的吗？可以吗？主动一点啊。真的吗？真的吗？看好了啊。老师你好，我好喜欢你，我来给你打个招呼我就走了。我是你的对手，但是我好喜欢你。我好呀好呀，拜拜。打招呼了吗？打了。我觉得他觉得我是个傻子。我没看清。没关系，我已经打，我看清他了。那我们下一次见面要做什么？下一次见面开始聊天。真的吗？机会就在我眼前。啊，我准备好了，我先让我自己冷静一下。啊 ，Hello， 太乙老师你好，又是我。客气客气，我又来了，我特喜欢你。那你加个微信吧。哦，好。天哪，我太开心了，我太喜欢你了。这次准备的歌怎么样？这次准备歌特牛，我另外两个队员他们的歌和舞台也很棒。就我们现在是对手吗？对呀。好，我稍微往这边坐一点。也没有这个必要，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如果当你的对手的话，就可以那个跟你挨得更近一点。我的舞台会很好看，你们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另外两位是都是原创这一次，然后我们这一组有唱有跳有 rap， 都是原创。我的舞台会很好看。啊哈。放心，我绝对不会跟他们透露你的信息的。你们的对手是？太一。你的偶像是吧？太一。那怎么办啊？没事，我加人家微信了。好。我问你舞台怎么办，我不是问你加了他微信没有。我肯定不希望太一淘汰。那你想让谁走呢？我真的强烈建议啊，真别演哈，咱们这一波，这一波一定要给他顶起。你既然要追，那我们就追到100分，拿100分的舞台去追。OK， 我冲了，沈川崎绝对发挥超级完美。这个世界的所有都在吸引我的观众。这首歌的小设计和细节特别多。眼神啊，手势啊，和人物情绪的切换融在歌里面一起去演绎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请沈川崎带来喜。三月
色把梦都结在过两天的种种压着眼匆匆在在去你的那后把鬼哭出应该相伴红毯说的尽管着实难猜听着陌生的三里之外翻起来平仄马蹄声溅起整个桌子盖谁知那是怪推门屋子开夜猫的跟了几条街少数不走外周末叫他在的这村里也怪把门却一关又是我二狗的血落在家门外秃头他还记着前夫之爱说是非之外这不下马方才那怪人笑起来生活哎，他笑着哭来着，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哭来着，你猜他怎么哭着笑来着？这真不像画画的。感谢许科奇带来的。还学画画的。许川奇他是一个有爆发力的表演者，这个表演里面张力他是很强大的，像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的感觉一样。川奇的舞台实现了一个进化，学着像一个人，变成了就是我就是这个人。许川奇真的风神，表情情绪转换非常好，100分。来来来来来！下面我们请昂星为大家表演歌曲。没问题。这是他为这个派青年原创的，哦，是吧？他来这儿以后，他有灵感写，他一派胡言就是那个。哦，这个意思。哦，这个嗨，太棒了。这一轮的主题是请关注我，我需要去。让大家来关注，所以一派胡言在这一轮，它是一个很好的杀手锏。它对青年派计划来说，对我来说都是限定款，也是我的一束光。我觉得它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很多很多很多人。有请李昂星带来一派胡言。别看我朴实无华，长得像密码，没文化的人看我像在看笑话，把
自我又自大的头痛痛在脚下，好让他们都变哑。咱们还能看到一首歌的创作过程哈，从有 demo 到制作、编剧到直接登台，就这么几天。就关键是他的创作都还有自己的特点，对，对不是那种模式化的东西。对对对对对，特舒服，酥麻了一个。对对对，你看我们都说演唱会的。哎。下面我们请李奔为大家表演歌曲。OK， 没问题。歌词。那 rapper 真的太厉害了。rapper 我最服的就是这么长的词儿怎么记下来。对。我第一次尝试在舞台和歌曲表演当中融入大量的舞蹈元素。这一轮其实在舞台上我蛮希望需要 dancer 的。老师给两个动作他跟着做一下。好羞耻呀。啊。哎呦，你有好重的包袱啊！来 ，come on！ 来来来！越来越接近了。他接近我干什么？可以试一下，可以练啊，可以的，可以的。OK， 我们先做一次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好呀，好呀，好呀，好呀。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对，对对。哎哎，就是对对对，有点那种。对对对 ，We can。展示一小段会有点羞耻，但是我清楚自己能干什么。我在这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里，人在哪，只要找面镜子就练。这一次的议题是关注，我想让大家关注我是从哪里来，长江以南是我拥有了梦想的地方，这个舞台就像那条江，它一直在澎湃，就像我的心潮一样，我觉得心潮澎湃是我最大的优势。有请李大奔
带来《长江以南》。The bigger you are, the bigger the city. 这不夜城让 everybody wanna dream. 超级有潮流，让心里的高楼，这跳江不一定装得进。Dirty on me, 不影响我是 my people that wanna be. 高耸传闻 on me, 合作的名字 you might never leave. Yeah, 我在前堂向别人拍张相片，那太阳在落下，那灯在闪耀。我看着风吹，哦吼，个 moment， 那路全崩溃。We came， 西装笔挺的 dressing 的 suit and tie。我没得选，我只有 do or die。风水轮流，我跟你 say goodbye。地方让你一眼能让你输得快。那天春夏，我朋友刚满十八，上过手，疫情狂似大雪，非做生意，花了一万零八。隔间里妄想的单身人密码，台北浪潮百搭，穿梭在人群里有个想法，面子很大的没基金身价，他出身很威亚，但他野心很大。但事情没到他还得点 shot， fake it till we make it。Got a baby, I told ya city 花在我嘴里，那把地板是水里，头发在我背里，现在睡，以后睡你。Studio 专辑一年就一夜，播放着 Top 10，没赶上就 DD， 踩着封面，没出过的系列，一无所有，全让创造界。Whoever do that, I win。空手军团有一百零 one on me， I made racks to break racks， 那封存的记录也在等待刷新。在前堂将别人拍张相片，那太阳在落下，那灯像闪电，我看的风景。必须在一夜之间，没穿过火车也盖到画面，香水我口头上要放着电，我人不在转场，那要我传言。Me and my people 说最大的版面，多大的事情有多大的看点，不见得天荒现在的山子，当初的角色没人陪你扮演，头上的风景有多罕见。为飞机跑到这来，底层的众生和异乡的格外。Dead o， 现在想起时间准确在九点后。Mask on， 前头，锁定目标，你我前后先走。这不是派对，是 crush the party。艰难的道，是最大的家里，更大的心不会被时间拉低。再把空气夹克换成 all black tie。游戏的皇冠消失在人海，那入迷的故事像是不存在的名字被记住，让人向往慕名来去，看见五个字母想要的风。我在前头，墙边摆着相片，那太阳。那灯闪闪耀，我看那风水，哦吼，个 moment， 那路全崩溃。We can， we can， let's go。现在向别人拍张相片，那太阳在落下，那灯闪闪耀，我看个风水，哦吼，个 moment， 那路全崩溃。We can alone。Westside baby， 吴大奔他本身就是那种很有锋芒的 rapper， 但是今天的表演锋芒更毕露。用一个词来形容吧，收放自如，就感觉他跟这个舞台融为了一体，就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太自如了。厉害厉害厉害，太棒了！真帅啊。好，下面我们请太一为大家表演歌曲。太一，太一，宇宙第一，加油啊太一，歌秀歌秀。太一确实是群众基础是很大的，太一在音乐播放器上很受欢迎。他有一首歌几乎所有的选秀音乐节目都有人唱，叫负重一万公斤长大。太一他有不少属于他自己很独特的作品。太一是一个相对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音乐人，具有很丰富的演出经验，是非常强的对手。自己的战斗力如何？因为我靠音乐胜负的，我说话我说不出来那种话，你要让我唱的话，我能把这摄像机唱碎。那我就当这是一句狠话吧。这不是狠话，我没有狠话，我就是人狠。
你连我都打不过，你还往哪儿打呀？想看到大家很好的表现。我更专注中国的武侠精神，它有一点像刻苦拼搏、抗击外敌啊这种侠气。我希望向全世界介绍中华精神。有请突围选手太一带来中华。个性机会更多，颠覆自由自身道，断掉外追也汹涌，百般卷度之后目不盘旋的浪一分正中，不梦的人岂敢叫着痛，坚强像被大人灌输着成功，练武还什么用，公主不会教功夫，首先立刻就痛苦，大叫一声声响，各家教堂肉肉娘，中秋风大乾宫在座的无用，我会让苍白落变安静，证明更加淡的淡定，不休盘算点点羊，我自身来浪浪花，莲花独着的芬芳绽放了千万的手掌，背着枪手指机枪恶心隐藏不许的狂，这只猛人动一程龙卷到浪卷，这只猛人从浪卷向天使入圈，幸运留在圈中间隔着甩一圈，放弃三千之身中的好人开点战，哥们身体不亮眼回不落眼眼，半年三季几十天与你锁紧眼，近百年成上仙，血液成之为妖艳，我光有可为我不变，我势必都把这层天，暗着面，红尘的虚体装点，床中下高下舍的点，笑着笑着将情唱尽到天。浪子先生明手里的剑，是他英雄看人在跪求两求两的点，在凶神环绕年轻发红脱一下的几分被动，手指锁着点的苍穹。玄武云烟，孤山门前不过千里面，辗转一算偶遇五年偶更天，无常也无常也，纵然一天要上一遍，纵然一遍天外仍有天，遥控之烟边藏便当便过眼，绝天莫见是帅的，人是真的不可貌相，我天哪！他那歌本来就还蛮凶的，有点凶的，中国风的嘛。他在那种有压力的环境里面，他能呈现出一种轻盈感，这个人真的很厉害。我会觉得他做音乐的思路蛮开阔的，他不会局限在某一种框架里面，他也能把它平衡得很好。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几位派青年的关注列表。因为今天川崎选的这个歌跟传统文化都有很大关系，想听一下他对传统文化有什么样的一个了解。我这首歌的一些表演上面，
其实是找了选手里面的其中一个人给我帮忙，然后现在就是我呼叫一下他。喂喂喂，呼叫派世界之王。收到收到。对，因为王普实是昆曲的嘛，然后在这个中间加的那个手势的部分，其实是他在宿舍里面开的小课堂。举手制了，举手制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作品。我们也祝贺川崎在我们的舞台上营造了一个戏剧的氛围。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李奔的关注列表。选第二个吧，李大奔歌里边的兄弟是谁？我觉得就谁影响到他。其实《长江以南》这首歌里的兄弟是我以第三人称视角在写我自己。哦，在我老家或者是我念书的那个镇上，有很多人其实被环境限制，说好像他的人生已经被规划好了，像我这样靠热爱硬生生获得承认的人其实不多，所以我希望我也能成为老家兄弟姐妹们的启发，希望他们也用热爱能够走出来自己的人生吧。好的，好，下面到我们太一的关注列表。哇，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积极了，那好，我们就聊聊习武之人吧。因为我爸是练武的，所以从小就学武术。我之所以唱这首歌，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样貌，可以让我们变成更健康更积极的人，所以我觉得习武之人是我很想唱的标签。好的，又到了我们紧张的心跳值投送的环节了。喜之日啊，不让大家随份子钱，给我随个票，随个票。我觉得可以，来来来，记得投一下我们蛋黄派的，多多支持22号太一，19号传奇啊，昂星是20号，今天大奔表演的非常好，支持一下大奔21，赢了，我们赢了，拜托。我这一次发挥的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做得要好，它是零失误的。我们的状态完全打开了，特别炸，很想赢。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分析，我们这边的三个人都做到最好的状态，然后来拿下最终的胜利。在做歌曲、做音乐上，我认为在座的所有选手应该都没有像我这样的全面。时间到了，那么通关券到底是归太一还是归我们的蛋黄派呢？那首先我们要揭晓的是蛋黄派川崎的心跳值是。850。850分以上。川崎的心跳值是。827，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成绩。可以。下面我们要加上昂星的成绩，昂星有点紧张，加上李昂星的成绩，蛋黄派的平均值是。可以。昂星拿到了819，也非常高，现在是823。啊，也很棒。下面我们来宣布太一的心跳值。太一到底得到了多少位小玩家的支持？请揭晓突围选手太一的心跳值，他是。哎呀，好紧张！828，只有5票。好高！行啊，很焦灼。如果李奔能够把这5票拉回来，获胜的是蛋黄派；如果拉不回来，获胜的就是我们突围选手太一，通关券就归他了。我们来看一下李奔的成绩，8分。大奔哥肯定是高的。大奔，李大奔心跳值是。
李大奔拿到了新奖金865，最后的平均成绩837，蛋黄牌在最后一票非常难得锁定了一张通关券，而太医是待定的成绩，祝贺蛋黄牌。不玩了，我觉得他们三个都把舞台表现得非常的精彩，比我好得多，而且我不是说过吗，就是先打败我，这样的话你谁都打得败了，还得是你啊。哇，我们真的太强了。我说了嘛，不要慌，说了不要慌啊，不要慌，不要慌。加590，你在算大家的心跳值吗？我在算天猫618想买的东西能便宜多少。很复杂吗？不会，手机淘宝的购物车里已经自动算出来了，但是天猫618每满300减52，上不封顶。这里显示你还有88 VIP 的专享消费券，哎，我又可以省400块了。我也想要抢，打开手机淘宝搜索万券齐发，就能抢到520元的88 VIP 专属消费券。那我要赶快去抢。那么接下来我们蓝莓派和突围歌手的比拼马上就要来了，所以汪群主来为我们介绍，接下来他有多么笨蛋就有多么浪漫，有请沙一汀。怎么办办不办耶，别比耶啊，拿麦打招呼。哦，大家好，我叫沙一汀 EL 耶。好，下一位，他总说比赛3分钟，朋友一辈子，颇为英俊潇洒的摇滚职业选手谭聪聪。经典动作。 Hello 大家好，我是霓虹花园的主唱，我叫聪聪。这两位来自蓝莓派的选手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对手，我想和你在一起，不用等到9月底。这是4首歌啊，都是他的非常重要的作品。有请突围选手于嘉瑞。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于嘉瑞。这一轮厉害了，我花四剑，我估计。有动作啊，你过来啊！过来呀！哎，听，你从任何一个角度都把聪聪挡得死死的，你就不能换个手吗？啊啊！好，于嘉韵怎么回应呢？那个我要打败你们两个。这叫化骨绵绵掌。好，谭聪聪请上场。加油！看看他技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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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先拿着，我要先把音调了，有时间。我以前是一个对比赛毫不 care 的人，我没有斗志，我就是一个非常随遇而安，然后知足常乐的人。但是这一次，我唯一的变化就是想赢嘛。为了团队，为了沙一汀，都是为了爱。这么大的偏爱来自于什么呢？他是我做音乐以来第一个主动去交的朋友。是因为看到他的一个 MV， 就是沙一汀在那儿弹钢琴唱那个歌，就他一个侧脸让我想起了我的亲人，然后就开始想去了解他。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我还去买了一些海贼王的周边交给他。他根据我的爱好给我买了海贼王的手办。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是那天他在我心中是以不可取代的那种分量，是我看了他的演出。
我第一次看乐队演出也是霓虹花园，非常非常震撼，当时我看都哭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音乐节，是聪聪跟我一起去的。耶、yeah. ，在我心中，好朋友绝对是排第一。人这一生嘛，都是为爱而活，友情也是爱，所以，我个人无所谓了。但是团队作战就要为团队的考虑嘛。那我把我的歌都升调了，升 key 了，重新录了鼓，重新弹了吉他，重新录了音。我还是为了不给沙溢听拖后腿，如果后面还是一个人的话，我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哎，确实这个我相信，他都哭了。其实最主要是啥，当时是因为我看到有群人就是说要剪音乐，我当时一下就憋不住了，我觉得太累了，这个音乐没得剪了，再剪的话就不成立了嘛。我从来没见过他哭，心痛。俺来了，聪聪，你知道我这三天怎么过的吗？好痛，你都哭了，我就伤心了嘛。我绝对用我100%的努力干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会赢，我觉得有第一的潜质，因为我们是沙聪。你想嘛，第一宫的第一和第二宫的第一，然后在第三宫一起打比赛，有没有资格说这个话？你好好奶吧你。我关注只有音乐，用音乐的力量去对抗心中的不快，我就觉得我获得了重生。有请谭聪聪带来《重来》。
行，行。这个现场不得了，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也爽了。谭聪聪也是一个非常有野生的那种感觉，他的声音直击人心。他的歌里就充满了自由和浪漫，他制造了一个很棒的氛围。聪聪是大开大合，我特别喜欢这种旋律简单、情绪简单，但是很有效。他的那首歌就是全场会跟随，被他引领，然后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宣泄出来。怎么样？怎么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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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厉害。好，沙一厅的舞台马上就要来了。要我发现弱者只会同情弱者，又是抱怨又是攀比。我在三公关注的点就是歌如其名 louder， 以前这首歌叫 loser 嘛，我以前一直是比较消极的，但是我和聪聪认识之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和解，哪怕是你深陷泥潭，但是永远记住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要茁壮成长，你像栀子花一样，你要香到四面八方，让所有人都闻到你的味道。有请沙一厅带来 Louder。 Yo，我发现弱者只会同情弱者，又是抱怨又是攀比，他们看似一段恶气，却又总是明着暗斗，最害怕你能主动，希望你安于现状，像个 loser 一味的笑着打着算盘，勾肩搭背叫你 bro， 就互相同情，为你上演一场 nice show。 害怕的是你我们逃跑或者回避，你有什么资格得意，你有什么资格得意，你声音太小根本就听不清楚，再来一点 loud。 我才不愿意做个 loser， 他指我鼻子说着 over get over，我收起嘴边的遐想，受神秘的质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闭嘴 ，Do it， 偏见 ，Like， 我是不被别人理解的 Genius，Make it，Make it， 他们都想看我失败的样子，不好意思，不会再如你所愿。你的声音太小，根本都听不清楚，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Louder， 我才不愿意做个 Loser，他指我鼻子说的 Over，Get over， 我收起嘴边的遐想，受神秘的质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闭嘴 ，Do it， 偏见 ，Like， 我是不被别人理解的 Genius，Make it。让我付出了太多代价，找到了我的天地，这个世界流水线上的产品怎能把我代替。Yo，让他哭就哭吧，哭就哭吧，这样泪湿的你的心意。我的一生没有功的成功与否，有的伤去，像穿越苦苦破茧的道理还没听过完够。就这样长得太不仓促，但我接受一切，我保持饥饿奋斗 ，keep this feeling。时间不会让我 ，I'll keep running。我站在舞台中央，听着批判，我投进的绝杀，然后把手放在耳朵上面，再大一点 louder。我才不愿意做个 loser。他指我鼻子说的 over。我收起嘴边的遐想，受生命的质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闭嘴 ，Do it， 凭借 Like， 我是不被别人理解的 Genius。Make it， Make it， 他们都想看我失败的样子，不好意思，不再如你所愿。你声音太小，根本都听不清楚。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Louder。我才不愿意做个 Loser。他指我鼻子说的 Over，Get over。我收起嘴边的遐想，受生命的质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闭嘴 ，Do it， 凭借 Like。我已经把我赛道办完，能挣回初心认清，能成为养到听众，能为了庇护见我，要到位做的破烂像别嫌我和你划清了界限，那么演的根本不像你，这受你塑造的败笔，别说我他的回信我都不想回答，他把朋友经常在我看了在我泥巴，我成为你的梦魇，不只是随便露脸，把你些故意的背后拉风，几百散播谣言，你要杀人，我到底上着游乐园，怎么
我刚发布学院校打到七点闹的，我总有一天不能自我介绍，我们 F 和苏杰就是 into the L let's go。 Yo， 扔了。太棒了，他一次比一次进化，词写得也很好，节奏所有的方面都没毛病，然后舞台的那个舞台太有感染力了。在我心里面排第一的是沙溢君，他有一些很独特的自我的表达，让人看完了以后没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每个人的呼吸都和他是完全同步的。我觉得一听的现场非常的稳，我很喜欢他舞台的编制。我觉得沙溢君非常有魅力，他的神态，他的眼神，他自然流露的自信，在舞台上的从容，我觉得他有把我征服的。帅帅。嗨，王鑫，干啥？我在构思我的新歌曲，想着舞台效果和编曲风格如何能更吸引人。你的整体风格是非常鲜活且有张力的，看得出来你在享受音乐，而且表演的时候观众反应也很热烈呀。哦，真的吗？真的，我在现场都被你的情绪感染了，特享受。来来来，一起加油吧。来来来，让我们一起玩转音乐，热爱生活，享受这一刻吧。就像青岛纯生，鲜活滋味如同每一场舞台表演。青岛纯生，享受这一瓶，尽兴碰碰就有。打开手机淘宝，搜青岛啤酒，天猫618，买青岛纯生。好，我们的余佳运请上场。哎，我觉得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喜欢竞争，喜欢比赛，说是踢馆嘛，我更喜欢大魔王这种说法。荣获十大热门单曲 Apple Music 2022最佳 Top 100，累计播放量40亿。我关注每一个观众的眼神，我喜欢看着他们的眼睛，然后去展现我的音乐。这首歌会有一点悲伤和失落，但是又带着一丝的期盼和希望。虽然比赛一定会有结果，但是我就做我自己，把音乐展现给大家。有请突围选手余佳运带来《九月底》。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这里的我学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带着我给你的记忆。回忆那么清晰，那么透明、yes、就算我再用力再用力都抹不去你的呼吸，你的背影是你。想起你，在这秋风里，在这九月底，陪你走过四季。每当你有问题，关于你。
的消息，我想的事情是你时常阴风又落雨，还来不及送你毛衣，原谅我不能够为你遮风挡雨。最后一遍复古迷起来好不好？让我看到你们双手。发挥的也很好，他唱的几乎无瑕疵，就是你不需要后期再去修了。他每个转音都非常恰到好处，他真的把这个舞台当成演唱会。于老师的加入让我觉得特别有挑战性，比我想象的更有节奏，也非常的舒服，这种从容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谢谢这一组精彩的演出，给我们掌声给他们。我就想说啊，我的一些同龄的做音乐的朋友，还有一些不是做音乐的朋友，总在跟我说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年轻音乐人不行。你们觉得这不是太行了吗？你们三位真的是代表了完全不同的音乐形式，但是你知道艺术到了一个高度，其实殊途同归。你们最终造就的是这个现场每个人为你们欢呼和尖叫，但是你们每一个人的音乐都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值得骄傲的。再给他们一声。我今天刚才跟他们说，我说这次来最大的感受是选我们的歌手选得特别好，因为都非常有才华，然后有个性，而且音乐的创作风格各自不一样，这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注列表，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派青年给出的想要被关注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是我们听听的啊。我比较好奇人性观察员。好，
因为其实在2020年之前我都是学生孩子，被爸爸妈妈保护得很好，然后我因为不知道很多规则吃了很多亏啊，但是我随着现在已经23年了，我觉得不应该去一味的批判，有些东西是很多面的，所以我把这首歌名从 Loser 改成了 Louder， 让自己更大声一点，永远不要做自己讨厌的那样的人，谢谢。继续观察吧，会有收获的。下面是我们打开聪聪的关注列表。我倒是想听听铁汉柔情。铁汉柔情嘛，其实因为我们滚人。滚人啊，摇滚人一般都是简单直接的那种嘛，但你看我12弦吉他都拿了出来，一般12弦吉他拿出来的时候就是滚人要把那个坚硬的壳然后打碎，然后掏出自己内心柔软的那一面。对，余佳运，相遇离别重逢，怎么佳运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个话题啊？对，其实这三个词代表了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发了我的一些原创作品，然后今天把这首9月底带到现场来唱，也是我来派星球的第一首歌，因为我不知道未来还能不能在派星球继续给你们唱歌，所以我把第一首歌当做了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你会聊礼貌了，你这整得太伤感了吧。好，又到了我们紧张的心跳值投送的环节了，那么下面我们开始投送。沙一听16，沙一听，我看到你今天的表演啊，真的比之前能熟很多，有劲儿，然后放松，在台上找到了王者的那种劲儿，特别棒。聪聪，小峰没有看错，很棒。Yes， 这是余佳运，18。刚才余佳运指了谁？你，请多多为他投送18，你就是你。我太想赢了，我一定要赢。我们的舞台无懈可击。时间到了，那么通关券到底是归余佳运，还是归我们的蓝莓派呢？很难输吧，应该。那首先我们要揭晓的是谭聪聪的心跳值。这组竞争很大。800总有了，肯定。他的心跳值是810，这个成绩很厉害。下面我们来宣布突围选手余佳运的心跳值。其实我今天把这场演出当作是我巡演在唱，我很满意今天我自己的舞台。突围选手的心跳值是792，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那再加上沙一听听听的成绩，看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均值。突围选手余佳运如果高过了两位歌手的平均分，他将直接拿到这一组的这张珍贵的通关券。如果我们两位歌手的平均分高过余佳运的话，那么我们余佳运就进入到待定的席位。哇，太吓人了。他的心跳值是怎么了兄弟，状态不太对啊。这不马上要公演了吗，压力很大，最近天天练习，作息不规律，感觉都要上火了。别担心，来一罐冰冰的王老吉，我现在每天练习都带着，怕上火喝王老吉，你也试试。我正好需要。青年有派，燃出自我，怕上火喝王老吉。青岛春生，鲜活人生。青岛春生提醒您稍后看点。围攻换位战正在继续。他这种表演太完整，情绪又到位，
也有自己的个人特点。帅哦，帅哦！简单好听是很难做到的，他这个歌我觉得做的很棒，唱到心里去了，声音直击人心。可以拿到我们通关券的又是哪一位呢？上淘宝进入逛逛，每周四下午6点青年派请回答，解锁更多精彩花絮。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28楼合宿日记，派我出去玩。点击屏幕右下方拍拍按钮参与互动，解锁选手物料。青年派计划首席合作伙伴青岛纯生，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年派计划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青年派计划快乐嗨吃官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新中餐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兰。淘宝青年派计划，下节更精彩。淘宝青年派计划，现在继续。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淘宝天猫618，好货好价淘不尽。青年派计划首席合作伙伴青岛纯生，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年派计划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青年派计划行业指定 AHC 灵感源自院线，一瓶激活超 A 时刻。青年派计划行业指定壳牌洗力润滑油，极净动力，超凡表现。那再加上沙一听听听的成绩，看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均值。哇，太吓人了。他的心跳值是861，他们的平均值是835.5。糟糕！恭喜蓝麦麦收获到一张通关券，而我们于佳韵待定，他并没有离线，他是待定。喜欢于佳韵，不要让九月底成为他最后一首在派世界的歌曲。啊！居然失败了。也太干了。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打开淘宝 APP 搜索青年派计划，为你喜爱的公演舞台点赞吧。上一场公演淘宝用户最喜爱的舞台是延安。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蛋黄派即将派出他们的选手来迎战我们的突围选手了。首先让我为大家介绍我们的突围选手，他的身份呢是一名学戏11年的昆曲演员，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摇滚之王。有请我们的突围选手王普石。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谢谢。第三个好，终于把大家点燃了。好，下面请我们的郑群主介绍蛋黄派这一轮要上场的歌手。昆之大，一锅炖不下，需要两个烧烤架。一边森系清蒸，一边摇滚麻辣，再干掉一杯梦想。有请黄坤。哇，大家好，我是黄坤 AKA 无敌小 KK。 耶。第二位呢，他是相信光的少年，他是笑起来比太阳还灿烂的阳光开朗大男孩，黄文锦。欢迎小军。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锦，然后希望接下来的舞台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哇，真的少年。哎，曾经我也18岁，天哪！可现在你已经20了。他来了，他来了，这谁写的词儿？他来了，他来了，做自己，怪一点没关系，跟别人不一样没关系。他的声音让人着迷，他的长相深得你心。有请文兆杰。哎，大家好，我是文兆杰，刚刚不是很好意思承认那个。深得你心。今天我们将无所畏惧。
希望我们的友情也会一直延续。但是你从哪里来，还是要回哪里去。太狠了，是不是？没事，咱也狠一点，不是？我最不会了，就是你不行，下一个。哎呦，你也不行，下一个，你也不行，下一个。一个个巴楞可还行？下面有请我们春儿带来精彩的演唱。你要好好表演。面对一位踢馆选手，别紧张。其实我们是有优势的，因为你一定比他们更熟悉这个舞台啊。他现在不是个人战，他是一个团体战，更需要大家不能抱以轻心，要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让我唱一首原创歌曲，我觉得我唱的时候应该要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是我想加一段 rap， 不成功变成人。这首歌我想要加竖琴。你是弹过竖琴吗？没有，但我很喜欢。没事练一下吧，我也挺想学的，我喜欢。错了呀，你不错就不错了就不行。软发，弹的咪发。你可以错一次，但是要对十次。我也挺想学的，我喜欢。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过。什么鬼呀！我真的是。你是否也可以飞呢？对不起，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唱自己写的歌，蛮感动，就没忍住。确实有点担心我们三个人的舞台，我们三兄弟危险了，反正各种各样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去找一下文兆姐。文兆姐哥，你彩排了吗？我彩排过了。怎么样？哎呀，我还在想啊，怕忘动作。我们都演了，这是第三次了，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优势的。那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站到台上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的情感整个投入进去？我觉得就最自然的状态就好了。这首歌是你最熟的歌吧？是，对啊，那你演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一个你的老朋友就好。我是这样的。懂了。特别是有的时候心态调整好了，其实你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能够很好的梳理自己的情绪，然后也能够把这种情绪带给别人，然后表现出那种镇定自若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文兆杰是大哥嘛。挑选自己的战斗伙伴。黄坤年纪大了，牙不好，帮我咬一下。你多大？我是比他大。你大你多大？我26岁。原来我才是最老的哈。我只是长得老而已。我服了。那还要我帮你咬？哥，帮我咬一下。谢谢哥，坤哥。来我这，来我这，来跑跑跑跑跑，三，二，跑。文章杰哥感觉有点让我们带我们出去释放压力那种感觉。成功了，成功了。我会觉得我又多了两个好朋友吧，很快乐，突然就忘记了我们在比赛这件事情，找到青春的感觉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有团魂的黄文坤。觉得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担忧。我觉得我们组的胜率是100%。加油。我喜欢关注生活里的日常和细节，也会一个人在被窝里奇思怪想，是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这些莫名其妙的想象就会成为我的歌。有请黄坤带来躲在被窝里呼吸。没有阳光的夜里，安静的那么合理，电台里的频率还是
那么捉摸不清，哪有治愈共同体，躲在被窝里呼吸，怎么释放情绪，要是可以传导给你。我知道鱼儿在水里迁徙就不能停，如果你感觉累了，就带你去找最后那一座小岛。说说你的近况吧，沉默寡言改了吧，就算了吧，找到期待了吗？传个简讯给我吧，他们还欺负你吧，就忘了吧，如果心酸的话。工作受委屈了吧，那通电话拨通了吗，说出了吧，我一切都好啊。时针走得慢些吧，理想依旧遥远吗，长大了吧，你变成了想要的样子吗。你变成了想要的样子吗？唱哭了，很感动，这个歌击中我了，好棒，可以吗？非常棒，超乎了我的想象。谢谢，快，特别好。干嘛呢，邓老头？看我们的节目呢，来，坐下一起看，坐下一起看。可以呀、啊。追特别好看的综艺就得配特别好吃的炸鸡，那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拳击配汉堡，人人都说好的华莱士。今天刚好是快乐星期五，我就给你点了华莱士快乐星期五快五套餐，超优惠，放肆吃，让你一个人吃到嗨。你看这满满一桌的汉堡呀、拳击呀、薯条啊，都是为你一个人点的。这熟悉的香味，还是你最懂我，兄弟。这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华莱士。华莱士全国有20000家门店，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嗨起来的。那必须的呀！一口拳击，快乐加倍，快五套餐带你飞。那我们一起快乐一下，耶！但是我们有很多耶，怎么办？那我们拿去跟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一起感受华莱士的快乐，耶！真香。下面有请我们第二位演唱的小景。他是18岁，然后每次舞台吧都青春无敌，这永远就特别有观众缘。我关注的是门没锁，我是很希望有人来我的房间陪我一起玩啊什么的。
我的新房门没锁，我们一起携手朝着彼此共同的目标去奋斗。有请黄文锦带来《门没锁》。又开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着右耳闪躲，留言竟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问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没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个结果。削了一个一个苹果，原来这是放着，从没人咬过，明明感觉你来问我，后着后着才发现也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喝杯水看日落，有个男孩想对你说，你想要他的心，脑海里都是你布满整个世界角落。 Hey OK， 拜托拜托快点打给我，在这个闷热的夏天想和你一起过，有太多太多的独白还没有告诉你，我所有所有的对象其实只是泡沫。门还开着，门还开着，一个人的宇宙是空空荡荡的。门还开着，门还开着，吹了你的宇宙是空空荡荡的。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跳了，线都没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个结果。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个结果。真好，真阳光。帅哦，帅哦，进步了哦，稳了好多哎。黄文锦的进步是最大的。门没锁这首歌，他尝试了唱跳的同时还尝试了 rap， 在派计划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一个很有魅力的舞台新人。弟弟在舞台上面依旧还是青春帅气有活力，希望他可以一直保持这份活力，尽情享受。非常棒，好棒啊，小姐，进步很大，进步很大，非常棒。啊，你就说下面这个很特别是吧？对，门照姐，这也是他自己写的。嗯，哇哦，来了来了，爱神来喽，爱神来喽。竖琴，这个挺狠的，那边放了一台竖琴。我自己本身最关注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爱，这首歌创造灵感的来源也是关于爱这个母题。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创作能让别人也感受到这股温暖的能量。有请文兆杰带来爱神。
交给你，过去到现在，总这样的停。热闹的日子很快会过时，唱到心里去了。他现场的表演是触动了我，他弹着竖琴，然后唱着他这个慢歌，简单好听是很难做到的，他这个歌我觉得做的很棒。这个舞台整体来说成熟度非常高了，然后再加了一点竖琴的新意和美感，这种仪式感突出了他一如既往的品味审美。他的风格很独特，词曲浑然天成，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曲作者、音乐艺术家。林兆杰这歌写得真好，真好，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独立结构。赵杰，赵杰，非常棒，特别棒，特别棒。嗯，橄榄油中国销量第一品牌欧里威兰橄榄油，我只爱欧里威兰。下面就看王普石了。我过去了，你们记得看屏幕，屏幕里比较帅。去吧，加油！摇滚之王。那这上面坐着的两位老师是？没有，他的快递名字叫我摇滚之王了，是他的一个梗。称自己为摇滚之王是一种，大家是各自的王，好不好？其实我是摇滚之王普石。其实我是北方昆曲剧院代培班的，我是从小学戏啊，我从出生就听戏。
正经八百入科是2012年，也就是我12、13岁的时候。到了今年，我有11年的传统文化昆曲的底子。我是跟戏曲一块儿接触的摇滚乐，我希望让这门艺术变好，然后我也是希望能号召大家一起跟我扛起传统文化这个担子，不能让它没，不能让它越来越不行，还是让它走起来。这是我为什么做音乐。生离死别，这是我关注的，因为一出生你所经历的就是在一个漫长的倒计时，我希望大家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这些跟身边人见的每一面。有请突围选手王普石带来民歌。烦恼忧愁，时间流走，你我双眸乏味的厮守，他们的人间迷住我双眼，别再问明天，今天已住了几年，满窗户这期真好看，嗯，这些歌有多好，嗯，谢谢四位的演唱，太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是要打开关注列表。文兆杰刚才演出，我们几个大玩家都非常的喜欢。我们要关注哪一个话题呢？又简单又好听是最难的。他刚才那个歌真的做到了，所以呢，想了解一下这个大格局的小爱。这个，就是我更希望我能成为那个拥有很多爱的能力的神，然后身边的人感受到了这些爱，再去感染到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大格局的事情，但是这种爱又是很分散很小的啊。好，下面是我们的新朋友王普石了。那么关键词有哪些呢？昆曲演员脱下戏服唱摇滚。我自己 Q 一下行吗？昆曲演员脱下戏服唱摇滚。我没脱下，我还在唱戏唱摇滚。来的，来一个，来一个，打一个引子吧。君春水似怒，谢谢谢。我想做的事儿就是我想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哎关注传统文化。可能我一个人扛不起这担子，但如果大家觉得我歌好听的话，咱们可以一块儿扛这个担子，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就回去可以搜王普石，也可以搜显客，好不好？我们派世界的青年真的非常的有才华，喜欢他就表达出来，好不好？下面我们开始操作。王普石新的音乐是我，王普石。王普石。王大子加油！文兆杰，刚才我要表扬一下，那个歌又简单又好听，我非常喜欢，写得非常棒。谢谢，记得帮我投标哦，我是十三。好，小景，小景进步太大了。如果只在派世界留下一个舞台，我是不甘心的，起码再留下五个左右。我很相信我的队友，我有信心保住我们的三个位置，胜负已定。你是咱们会赢是吗 ？Yes。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舞台上唱我的原创，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终于在最后一秒的时候说出了第一句话。好，来宣布结果。我们的最后一张通关券，要么就属于我们的突围选手，要么呢就是属于蛋黄派这一队了。那首先我们要揭晓的是。坤儿的心跳值，心跳值752。What？ 为什么会这么呀？哎呦！好，下面到我们小锦，加上他的成绩之后，蛋黄派的心跳值是。年轻人，自信点，没问题的。他的心跳值是749，目前的平均成绩是750.5。为什么跳越来越低了？接下来，突围选手王普石的心跳值。这首民歌有没有打动现场的朋友们呢？756，目前是我们普石领先。Oh no！ 难受啊！但是我们还有文兆杰的成绩没有公布，文兆杰的成绩800。如果王普石的心跳值高过了蛋黄派的三位歌手的平均分，他将直接拿到这一组的这张珍贵的通关券。如果蛋黄派歌手的平均分高过突围选手，那么突围选手进入到待定的席位。三公这首歌是我最满意的一首作品，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我们来看一下，加上文兆杰之后，蛋黄派的平均值774.7，这样更高的是蛋黄派。2-0，两张了，两张了。
恭喜三位歌手为蛋黄派拿下了一张珍贵的通关券，而突围选手王普实待定，请回到观演区和伙伴们会合。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有你！今天这个真好，我们节目自己也在进话题。对，这次让最感动就是你们选人选的真好。对，能让有一些选手能上来，而且每个你都觉得有特点，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实大部分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在重复前人的东西。这次青年派最大的一个突破，我觉得选人选得非常棒。这些年轻人大部分人身上表现了一股很新鲜的真诚，让我很感动的。而且有很多的独立思考跟独立的这样的音乐的风格，能呈现出来很多不一样的音乐形式跟不一样的个性。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特别值得表扬一下。派计划我认为不是以比赛谁高谁低为一个核心理念，而是每个人把注意力放到了自己的表演表达上，加上非常棒的舞美，各个方面就是对每一首歌的感受力达到100%，就是我觉得很开心的是看到这一点。嗯，光损防不胜防，单抗成分直击光损氧化糖化，随时保持超 A 时刻。迎着光才能照亮自己，不迷失，我有我的风格，拒绝氧化变质，坚持专业实力，我要在自己的舞台上 A 炸全场。 AHC 三抗精华水，灵感源自院线，一摇激活超 A 能量，三维成分对抗光损氧化糖化，肌肤弹嫩亮，一瓶激活超 A 时刻。青岛春生，鲜活人生。青岛春生提醒您稍后看点。此次音乐发布会未通关选手，请选择一位朋友与你一同进入密室验证结果。我害羞，我要面子，我讲不出口，只能表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哎呀，哭！你难道心里面已经觉得我要走了吗？早上，早点起床，每天帮你打掩护真的很累，要跟那些选管斗智斗勇。你不想走。青年派计划首席合作伙伴青岛纯生，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年派计划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青年派计划快乐嗨吃官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欧丽微蓝，新中餐橄榄油我只爱欧丽微蓝。淘宝青年派计划，下节更精彩。淘宝青年派计划现在继续。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淘宝天猫618，好货好价淘不尽。青年派计划快乐嗨吃官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欧丽微蓝，新中餐橄榄油我只爱欧丽微蓝。青年派计划行业指定 AHC 灵感源自院线，一瓶激活超 A 时刻。青年派计划行业指定壳牌洗力润滑油，极净动力，超凡表现。青年派计划由滴滴出行赞助播出，滴滴567周末更便宜。好的，今天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谢谢我们22位非常优秀的派青年。丢弃压力，拍掉坏情绪，做你的头号关注，拯救你的不开心。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派对时刻到。感谢由淘宝独家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淘宝天猫618，好货好价淘不尽。本次音乐发布会团队总成绩，蛋黄派高于蓝莓派，获得额外的一张优先通关券。蛋黄派共获得4张优先通关券，蓝莓派获得2张优先通关券，突围选手获得1张优先通关券。其他待机选手将由现场1000名小玩家进行个人心跳值投送，最终根据个人心跳值排名发放剩余的9张赛后通关券。谁能顺利通关，我们赛后揭晓。请所有选手中心广场集合。最后的晚餐，绝对不会是最后的晚饭，不会走啊！咱俩必须给我留下来。
你最要紧的是把心态整理好，你不要想着每次上去是表演，你就想着每次上去都是表达，你懂吗？你怎么了？没事，我冷静一下。各位选手好，此次音乐发布会已产生七位通关选手，十五位未通关选手将通过心跳值排名决出九位通关者，请选择一位朋友与你一同进入密室验证结果。青年有派，燃出自我，怕上火喝王老吉，现在进入王老吉超级派时刻，来吧。Oh no。选我吗 ？OK， 你想带我去啊？带你去啊，走吧。重庆在，可以重庆在。我陪你去啊。叶一，我能独自面对吗？因为淘汰包括留下包括晋级这个事情很个人的，我不想去拉一个人面对我的失败。我可以给你去看吗？走吧。耶耶耶哥耶、yeah.Be water， 坐，放心了，放宽心。邓典，请说出一个对方不知道的秘密。其实我一直都在前仆后继的去跟随音乐人的脚步，但你每次给我发你的 demo 的时候，我都不敢听。我害羞，我要面子，我讲不出口，我都不跟别人说，说我超羡慕文章就把自己专辑发了，然后这五年我说我没突破，就是当我拥有再一次展现的机会的时候，我又一次次的在音乐上面没有办法全方位的表达，我只能表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擅长的事情，你是一直在发光的，你要知道，你不能因为某一些挫败或者什么就怀疑自己所坚持，包括你很多歌现在都在自己编。而且我觉得已经变得很有风格了，甚至你给我听那些，我都觉得可能你自己再做下去都会比你找别人帮你编了。而且你也在筹备你自己的原创专辑，你其实一直在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如，所以我非常不同意你刚刚你说的。Be water. Be water. Yeah. 跟邓典2018年就认识，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很多事他都藏在心里，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跟自己暗暗较劲。而且我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他这五年已经进步了太多太多。他能对我说这样的话，一是我有点没想到，
二是我觉得我会永远珍惜这样的情谊。现在成绩已经放置在派岛，请共同前往并查看。尽管如此，但我刚才所有说的话都是真的。好了，坚持，你要演自己的东西。擦干。请你痛快的把这放倒。我说完你就可以忘了。没听到。没听到，没听到。过了吧。过了。那不就行了？你哭啥呢？男人之间的谈话。The next。有请下一组选手。走吧走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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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开始。我感觉我们要走了，对吗？不用担心，姐姐。要哭。接下来，如果只有一张通关券。你们希望你们当中的谁获得呢？我希望迪娜获得。我觉得我希望迪娜。哎呀不哭，哎呀不哭。你难道是你们已经觉得我要走了吗？一回来一次，我受不了了。因为我每次就站在那位置，送走我一个又一个朋友，不想再送走他们。让我先看。No no no。Oh no！ 啊，快点，快给我，给我！不行了，你看我通关了！哎呦！在线的还有谁啊？我们一起吧。我觉得你肯定没问题了。没有，我不一定啊。只要我不想让你走。我不想面对，我想找个地方躲一躲。弟弟黄景和黄坤让我很担心，因为我的队友表演的虽然很好，但是分数不算特别高，所以可能会在边缘。走走走，耶耶，没事啊。Let's go， 坤哥。你别唱了，我吓死了。OK。现在。吕彦良，请闭上眼睛，请描述黄坤在你心目当中他的样子。我觉得黄坤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在我心里的印象非常好，并且他现在是我的朋友，我希望能够友谊是可以更进一步的，就不只是在节目里这个镜头下面或者之类，我觉得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对，我很真诚，我很坦诚，真的，我想说的都说。他这个人真的特别善良，我特别喜欢跟他一起住，他能给我安全感。这咖啡特别好。在一起后会互相照顾，互相聊音乐，会分享自己最近写的歌。奶妈说他会刷到一个很好笑的短视频，也会看 拿过来给我说，哎，你看超级好笑，然后我们俩就哈哈大笑。慢慢的这些小事就把友情积累起来了，我觉得还蛮难得的。如果万一我走了，然后你如果一个人住的话，你要记得早上早点起床，晚上早点睡觉，因为每天帮你打掩护真的很累，要跟那些选款斗智斗勇。然后袜子啊、衣服啊都要准备好。还有洗面奶、面膜我别说了，我可以给你留很多，放在那边。别说了，别说了。没关系的，从今在日不虚那些，真的。虚不虚？但是还想走，有也留恋，不想走。对，我懂你那种感受。
你想打开是我来开。哥。哎呀，没事嘛。没事没事。千万不要让我失去室友。希望我们能一起留在这里，谢谢。Oh、my God， 我看你的，你看我的，好不好？好。你别看那么快，我求你了。不行，我真的很急性子。我知道，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如果一个人住记得找新室友。我不找。加油。真不找。没事。加油加油，好好比下去，别不开心啦，又不是见不到了。拜拜拜拜拜。哎，现在在小屋的李彦良，就刚他说的话让我很感动。然后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希望他带着我这份走下去吧。释然，也有点留恋。很高兴有这一次的机会跟大家见面，我有那么多舞台，受益匪浅。弟弟，弟弟回去休息了。哎，不是吧？黄坤走了。演的演的，没有，他走了，他真走了。就是我黄坤走了，有点想哭，但是我也想我哭啥呀？因为我一会儿可能也要走，我哭什么呀？那就一个名额了，请六位突围派青年共同前往派岛。好，慢慢走，慢慢走。不要关门，让我们看看好不好？哎 ，no no no！哇，我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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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烦，我觉得很烦。我走了。我也走了。离线卡。安宇，我们这一场很遗憾，你的通关失败。哦，好的，没问题。看完了就可以睡觉了。那我看了。我肯定是希望太医留下来的。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水准的音乐人。我希望佳韵得到通关券，大家都知道她手上全都是满满的热单，所以来这我觉得就是个突破吧。哦，我差13票，恭喜太医，太医进了。给他点掌声。帅。没事没事。帅。现在离别的车辆已经在门口等待，请六位派青年共同前往通道。哎呦，妈妈好。走。拜拜太医。拜拜。全部都走了。嘉诚走了。于老师也走了。怎么都走了？拜拜，很开心。我
已经拿出我最好的自己，并且我很满意了，我没有遗憾。舞台是人生的经历，无论结果怎么样，都是一次历练。一家人真的是整整集结了。今天晚上是最感动的，因为这是真真切切的我站在一个大的舞台上。谢谢拍世界给我表达自己的机会，如果今天拍计划有二的话，我一定会回来的，如果你要我的话啊。那个时候我肯定歌更厉害更好听。青年派计划首席合作伙伴青岛纯生，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年派计划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青年派计划快乐嗨吃官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青年派计划合作伙伴欧里微蓝，新中餐橄榄油我只爱欧里微蓝。淘宝青年派计划，下节更精彩。淘宝青年派计划，现在继续。打开淘宝搜青年派计划，点赞舞台解锁派盲盒福利，打开芒果 TV 摇一摇参与活动解锁更多惊喜。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淘宝天猫618，好货好价淘不尽。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青岛纯生提醒您下期看点。 Hello 两位新进的大玩家，好久不见。本场为合作夺券战，16位派青年组成8个双人组，竞夺14张通关券。Let's go！ 有没有那么一个明天，重走过一遍？对，我爱了。我觉得这个舞台非常完美，希望一起通关的嘛，要进就会一起进，我们两个是一体的，我们是伙伴，要不就第一名，要不就最后一名吧。分数什么都是有关于两个，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我一定有压力。我们都会推你通关，信心 plus。 能够拿到通关券的是青年派计划节目，联合青年湖南及微博发起无限青年力的网络征集活动，征集中国青年的奋斗故事，传递新时代青年声音。欢迎大家关注青年湖南和青年派计划官方微博，搜索无限青年力话题页，推荐你心目中的新时代青年。欢迎大家来到夏仁娜梁聚会。又懒惰耗费掉这些分钟了、这是我剪的人字拖限定版。它怎么是破的呀？你永远是我的宝贝。这谁啊？这是吕颜良吗？以前真的很土哎。我没看出来，延安不可能这么短的腿。我就把话撂这儿了。看尝尝，葫芦娃、水果忍者，太酷了！你这给我们能猜对60个。你放个水，明天工资给你加1万。诱惑。如果这把我放水，这个钱我应得。但是问我该不该，我不该，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我加到1亿！哇，你能力很强。 OK， 这个人我留了。小邓，明天来我办公室结一下钱。那我这间公司我也待不下去。明天你不用来了，不录了，拜拜。The bigger you are, the bigger the city. 这不夜城 ，everybody wanna dream. 超级有潮流，让心里的高楼就跳江不一定装得进。Dirty on me, 不影响我是 my people that wanna be. 告诉传闻 on me, 合作的名字 you might never leave. Yeah, 我在前堂，向别人拍张相片。那太阳在落下，那灯在闪电。我看着风吹，哦吼，个梦寐。那路全崩毁 ，We came. 西装笔挺的 dressing 的斯文泰。我没得选，我只有 do or die。 风水轮流，我跟你 say goodbye。 地方让你一夜能让你输得快，那天春夏我朋友刚满18。社会所以情况是大，学费做生意花了10008。隔间里妄想的单身的密码。在前堂，墙边拍张相片。那太阳在落下，那灯下闪电。我看那风水，哦吼，个梦寐。那路全崩毁 ，We can， let's go。 在前堂。